来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大声，因为等下要回去了、哦、你这样说的，我好像没有位，如果有位会站起来呢。来，咱一只上三天两暗的法理，啊，你感觉你法理都不会听你举手？啊，你感觉你又不会举手？哎、欸，啊，不会举手什么意思？啊，哪万哪唔捌嘞？好啦，哪万哪唔举手？好啦，我感觉台湾人吼，足够讲话，安尼讲啊赢，安尼讲嘛赢。即吼，过去台湾人未安尼啦，但是台湾人吼，即马甲中国人学足侪中国文化。我讲书法就好，书法呢，中国人靠伊迄支笔，靠伊迄支嘴。所以伊叫我都讲收红包呢，我讲一个凊彩的，互你听。过去有马嘛吼，骑马有啊吼，你捌看电视顶款骑马，啊骑马去弄着人工弄死啊是安怎？都受伤就对啊啦。啊，毋着法官法院就爱甲你判嘛。啊，法院若要甲你判有罪，佮要甲你判无罪吼，看你红包送有济还是送无济嘛。红包若送有济。判你无罪嘛？啊，红包若送了少的，判你有罪啦。啊，迄法官要哪写？足简单嘞。中国文化就是，若要判你有罪，甲你写讲驰马伤人，驰你知哦？一个马啊，搁一个野物啊，骑马弄死人，安尼有罪嘛？敢毋是？有罪无？骑马弄死人无罪？哦，马有罪，人无罪。啊，马毋是你骑的吗？敢那袂是汽车同款嘛？你开车去弄死人嘛？啊，你有罪无？绝对有罪嘛！驰马伤人，啊，若要判你无罪啊呐？两字甲电脑变就好啊！马驰伤人，马甲你走去弄着人，你中国文化，像这种的哩啊，足多足多。所以咱台湾人哦，坦白讲哦，日本人来伫台湾来统治的时阵呢？五十年，台湾人坦白讲啊，教甲真乖，阿嘛真好势。你即摆看到芝麻米，就是海迄个叫啊，叫芝麻米叫做啥？海啸。海啸发生的时阵啊，电视拢有做。日本人虽然死几万个哦，但是呢，拢照规矩来。八到幺，要去 7-Eleven 买物件，排队。绝对无插队的，家己枵死，根本家己个枵死吼，阿嘛是爱去排队。台湾人嘛，同款有这种的气质，敢知影？即嘛是无啊啦，即嘛吼，拢是自私，家己好就好。我讲台湾人这年好的，这年好的情形，伫当时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当阵啊。足侪台湾人啊，尤其是读册诶，即学生囡仔，大家个个哭啊！因为迄当初广告宣传讲美军来入来，会抢啦，吼、哦，会杀啦，拄着查某囡仔会甲伊强奸啦，所以迄当大家拢真惊，战败嘛，战败国嘛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一直甲蒋介石诶部队到下底入来台湾。诶，这个中间差不多60-70天，才70天左右。台湾人归台湾的犯罪率零，对，一个人都无犯罪。这是迄个时阵啊，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啊，拢对台湾人的表现啊，感觉很惊讶，很惊讶、惊奇。这是安怎？台湾人素质真好。迄阵台湾人啊。唔是你家己嘅物件，绝对袂去摕。但是经过中国文化入来熏陶以后啊，坦白讲啊，台湾人已经变作另外一种嘅人，两要甲因中国人同款嘅。我相信恁听我讲这個，恁嘅内心一定有所感觉。
现在台湾伫短短68年内底啊，改变遮尼多。但是我希望讲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啊，这个时间里面烦恼啊，未真久啊。什么时阵？我当然我唔知呀。但是真紧啊，安怎紧？因为2006年10月24日，咱过美国以后啊，一直到2009年的4月7日，高等法院宣布，宣判了，咱搁甲上诉，一直到2009年的8月初5日，美国的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，就是讲，原告所主张的，原告所写的理由，他们完全承认。所以一直到10月7日的时阵啊，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啊，就宣布讲，安尼本案暂时搁置，等待审理。这是美国伊个司法的制度，现在等待审理。最高法院甲咱问，啊，你台湾民政府准备好未？所以我定来上课，最后拢会问讲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其实。3年了，已经3年了。噶后，即嘛是12月，噶下个月，下个月诶，即个14号、15号、16号，刚刚好3年。你敢若看即个基数，你就知74级，你就知影即3年，咱拢无停。咱一直加强要训练，要训练4000名。但是咱即嘛诶高级班呢，因为噶高级班较有尊崇啦。甲高级班呢，要阁有3000，起码3200个左右，阁欠800个。啊，那欠800个，啊那一期像安安尼吼，60-70个吼，我讲，还阁十几期吼，算来还阁几半年呢。不过呢，已经算真好啊啦。即大家干部拢已经感觉讲，咱即摆进步嘛真紧啦。渐渐，我有已经发现。我看遐名单来讲啊，少年啊愈来愈济，已经会当讲即马现做伊少年，要占要几半，这是我所希望看到，美国嘛希望看到的，因为少年呢比较有冲劲，都不是唔是讲老的就无冲劲啦吼，唔是伊即个意思，因为我嘛算老的其中的一个，较老的人呢，有当下吼碍于现状，安于现状，就是讲啊即马都。有饭好吃呢就好，但是迄当初因为228，甲白色恐怖啊，台湾人叫即中国人啊，太侪太功夫咧。你想看卖啊？228当中太贵个，恁摇看卖，恁敢摇会着？甲今日咯，今日是2013年哦。228到底死几个？太贵个啊！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政府从来没有讲，也从来没有承认，就是让你阿扁啊，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，也无跟你讲有太贵个啦。所以唔只系吼郝柏村讲，太都无几百个，敢真正太无几百个，我算给你听。1947年2月28日发生诶，发生以后的15年。那1962年，迄当阵有省议会，省议员向迄当阵的警政，迄当叫做警政署啊，已经唔是叫警政署啊，警务处啦，警务处啦，处长甲问，伊讲现主席，你户口普查的结论到底有几个人？伊个警务处个答复是讲，去查户口，全台湾户口。伫迄个时阵，1962年查户口，全台湾个户口有126000，有迄个人，但是无迄个人，有迄个名，无迄个人，126000。迄阵人口是600万鸟，600几万，但是你讲这126000个，拢是228死个，安尼讲嘛？不对了，因为126000内底，你知影现主席的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去南洋作战过身的，有39100个，佮扣掉有一挂迄个
homeless 就是迄个游民啊。我甲估计哦，2.28搭这个白色恐怖，迄当阵连续，安尼我估计差不多死偌济。那上届正确的数字啊，126,000减去啊，就39,100，超80,000几个。啊，若讲80,000几个，和你讲较少的啦，600,000内底算60,000个就好啦。安尼会定义偌济？1%，1%那来自的家庭，你一个家庭算起来，差不多一个家庭差不多4-6个左右啦。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去影响的家庭的数字看偌大就好。但是即马中国中华民国都不承认呢，时间久了嘛，时间太久了，你根本无法度。我都去甲伊讲，啊！你太贵个，所以2.28落尾啊，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，创一个补助款，也毋是讲赔偿，伊阁不爱俾你赔偿呢。伊讲死一个，互伊领，他们600,000啊，800,000啊，去真正去领的人贵个，你知无？才800个，奇怪。数字上面积都有80,000，啊去领钱的才800个，啊其他走一堆，你别去想哦。我捌去问过，有诶讲，我今嘛去领领哦，后摆啊，中华民国国起来的时阵吼，会将阮的爸阿母掠去抬，这是真正，这是多么悲哀呢？咱每个人在这里受训，我相信你在社会里面也是同样的遇到这种情形。你的周边的人听你去台湾民政府上课，要求我还一个叫做政府，他听到政府两个就皮皮出，所以跟你说你诈骗集团。其实内政部，中华民国内政部两年前咱的东西不是咱，其实不是咱的东西，是一个美国人，叫做 Paul Mace， 伊就写篇给中华民国内政部，伊讲，请问台湾民政府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？迄张文你有收到无？有收到举手？啊，无收到举手？哎，恁足过分的呢！恁来就分乎恁安尼，啊，即马我甲讲你无收到。你看这台湾人是足奇怪呢，啊是分乎你，根本就无你甲看，你有你看无？有看人家手，啊无看无看人家手，啊你拢你上课足奇怪，我听你讲吼，老师你上课吼，你拢为正平听咧，为倒平就走出去啊。你看迄份有无？流氓中华民国对台湾民政的解说，你有看无？啊无人家手。无，我即马随发咯你，拢有啊、哦！你去无收到，你是毋是缺课？啊，无那有可能无？那天迄个啊，做困难，迄边好啦，啊，你想要两张牙签，一张就好啊啦！你等于家己复印嘛，好唔好？你就足过分的呢，我感觉哦。好来，你看我遮，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出门。甲你讲，台湾民政府唔是非法的组织，伊无爱甲你讲是合法的组织，啥个无啥合法？因为咱都无下伊中华民国的法嘛，中华民国法律无甲你讲台湾民政府是合法啦，但是伊讲不是非法，啊，伊的法律的规定的不是非法就是合法，啊，那是合啥物法？欸，你上几波呢？直接坐三天安尼，坐两天，三天两暗安尼，啊，搞不清楚讲台湾民政府为谁造出来？迄是我发明的咩？唔是呢？台湾民政府会当成立是因为叫什么物件？国际法、万国公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所以希拉蕊，你去年的10月30，伫海南岛伊讲的。伊讲，即太平洋地区，即个若无都解决，土若无都解决嘞，拢爱照国际法来。你中国嘛爱照国际法来，
奥巴马和习近平会面的时阵，这边会面的时阵，两个查甫的伫农场啊，斗阵八点钟久，好奇怪呢。两个查甫会当讲八点钟久呢，无简单呢。啊，讲啥？奥巴马甲习近平讲，你中国若要做强大的国家，一流的国家，你爱照国际法。罗贝啊，习近平有听了无？有，证据伫倒。习近平飞登去北京以后，隔天刚去广东，广西。然后广西报纸《广西日报》的报纸，迄天出一个头版的，迄、那个报纸，互你看一下。你都爱对这个国际的事物吼，分析，你爱了解伊的意思。伊伫广西出来的时候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什么话？伊讲哦，要改革开放要成功啊，不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。迄、那个电脑发出来，迄、那个报纸哦，哇，你看啊，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。你看啊，这句话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敢甲你讲一句话：中国绝对袂怕台湾呐。照国际法，伊若怕台湾呐。因为国际法有一句话一规定较足清楚的，咱大家拢注意，就是讲，你在上初级班是学两个代志，第一个代志叫做啥？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所以伊若真正占台湾，占寡久，嘛爱离开台湾。哎呀，艰苦要创啥？会渐渐爱死人呢？啊，占几波，啊，国防刮哨，所以你免烦恼，伊未来占台湾的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所以奥巴马刷了一个多讲一句话，伊讲这个习近平啊是一个很可敬的领导人，艺术公职呢，就是说习近平介有功夫啊。所以美国有当伫国务院的一寡表现啊，对真柔嫩呢。伊甚至伊嘛要帮忙习近平来掌握整个中国。最近中国的代志足闹热，你有看无？中国的这个叫做。博弈坡的迄个后生啊，叫做博瓜瓜啦。迄个做，伊本来是伫迄个重庆市做市长，啊，后尾啊，来博士来着。后尾啊，习近平改打呀，因为博士来伊讲一句话，伊要创啥？伊要唱红打黑。唱红是啥？就是鼓励共产主义，打黑就是要消灭黑道。啊，所以，伊这中国无制度的，要唱红打黑，所以习近平有看到讲，伊要唱红，就是要将台湾诶，这个中国本来你行现主席表面上诶，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情形啊，要去改倒转来，改倒来共产主义。啊，所以习近平，佮将最近啊，佮将迄个周永康啊，佮抓起来。周永康是啥？那照我这两天所看到伊个消息，就讲周永康啊，听讲要叛变，但中国下个代志吼，拢不一定是真个呢。吼、哦，伊讲啊，要叛变啊，要将迄个习近平佮头死啦吼，啊，要用炸弹呐、啊，特别讲很难相信呢。那照我对中国个了解吼。很困难呢，不过呢，那是一种的斗争呐、啊，啊，伊无用选举嘛，无用选票嘛，啊，但你台湾用选票，哎、欸，啊，台湾选举，你感觉讲有足公平无？有无？无嘛吼，啊，你讲真敢知影真正无吗？来，我问你咧，你即摆伫这个台湾选举的时候，你捌收到贿选的野手？我滴话，恁应该看偌济，差不多三分之一，啊，无野手还佫有啦。啊！你收到啊？这种人闹讲叫做公平，你想看卖吼？美国来讲啊，美国你甲美国人讲吼，啊，台湾人啊做订票拢伫红买票呢，美国人不敢相信呢。我阁甲美国讲，我讲，我伫叫民进党卖选，民进党甲我讲，啊，你无选了，我你要选了上，什么国民党吗？其实这种假。真真正正，你有一道三十块啦。
你知影？所有中华民国的公职人员的候选人，老百姓啊，登给伊一票，他能够得到30块。知影这个代志的举手，啊，唔知影的举手。我听足济人呢，你啊，你了30块，啊，你家己唔知影呢？唔是干那了30块了，一年还过了50块了，好震动呢。啊，所以登一遍票爱了了这230块，所以你叫民进党卖算，伊也讲卖算无，伊绝对算，甚至你敢看是吕秀莲遐尼遐老啊，伊嘛要算，伊知伊袂调啊，但伊算会起啊嘛，有30块啊。啊，你两个讲哦，你有足多耶。我唔是反对吕秀莲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，不过我是讲。按照很主席这个台湾这个社会的情形来看，真侪拢是为着30块来算。啊，谁来有这个30块？迄当阵，啥物人定迄30块？李登辉。啊，李登辉迄人定30块是安那？因为甲民进党协调，黄信介迄当阵呢，因为这党外拢无钱嘛，啊。用选举让你赚钱，所以变成台湾所谓的民主啊，愈行愈歪，越歪越离谱。才会像今日《自由时报》11版内底迄个陈龙志写迄篇文章啊，写迄文章写啥？《马关条约》《开罗宣言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标题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过去无讲呢，你若有囡仔，即摆现阵是读大学诶，有读法律会有无举手？我看卖，念法律系诶无？啊，无要紧，你会当去问迄读法律会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你们有没有念？你知影啥物叫旧金山和平条约？我甲你保证，伊会甲你讲，我们没有念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是英语写的，汉文的旧金山和平条，甲什么时候才有你敢知影？你要摇看卖啊？无？你要摇看卖啊？2003年的时阵，我才有看到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汉文的翻译。为什么？国民党甲中华民国一开始都无爱让你知影。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真真正正咧决定台湾命运的条约啊！伊不爱互你读，读法律会嘛无读，所以变作有真侪读博士的、读法律会博士的、读普通法的、普通国际法的来解说台湾的地位，40%没有办法，袂当超过40%。陈良基先生真认真，他那嘛真好。但是他所写的台湾的国际地位都是什么？都是按照普通国际法。我感觉这个里面有一个人我很钦佩，这个人还在潘明敏先生。我刚才开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潘明敏先生有一次跟我约在总统府见面，我跟他说了，我用跟他说的，他听听他说，你说这个有理哦，啊！你有迄个原文的无？你摕原文的给我看，我没有问题。我用原文的给我看。唯一一个人公开甲我讲，唔是刚刚公开呢。迄一摆，我有差不多20几个人坐伫遐，坐伫民视的迄个啊，做会议厅真大间。伊公开伊讲，这个林生讲我所写的完全正确。伊讲，伊迄当阵无读到鉴检法。所以后尾啊，律师公会有一摆伫拼台湾地位的时阵，律师公会叫4个人写，其中有一个我要叫潘明敏写。潘明敏讲哦，你唔通叫我写，你爱叫迄个较少年的，但我嘛无偌少年啦吼。你叫迄个少年的，迄林某某，你叫伊写。我甲写，我用一点钟久的内底，赚万二块呢。
我自己打字啊。所以呢，我不告诉你知影。偏偏面先生看到我这的文章以后，伊家己亲身甲大家人讲，这论述林先生写的对。所以我迄阵我就较有信心嘛。当迄个时阵伫啥物？迄个时阵我已经去控告美国，控告美国。拄我开始，你也想看咩？咱台湾国际法读遮尔啊济，有人去控告美国无？无。啊，我都控告美国。我伫迄当阵，还阁唔戆戆，唔知影人讲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告，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你怎么告？讲真有理呢。但是我去告美国以后，我要告美国的头前迄年啊，我嘛确确实实很痛苦啦，因为人一直甲你讲哦，无可能啦，你唔是国家，你无法度告啦。因为美国法律过一点，国家免诉，什么叫国家免诉？就是国家不必被人家告，没有你不能在国家里面来诉讼。啊，尤其我去告美国。所以典范呢，2006年十月是告嘞。当然，美国国务院接到通知的时阵啊，伊第一个反驳文是啥啥？本案是政治问题，请法院将原告啊驳回。看到了。那一下叫驳回，韩国都免告啊！但是我头脑真好，国家免诉，我袂你袂让去卡到政治，你若卡到政治都无去啊，这个案就无去啊。我无卡政治，我用什么物件？你知道？人权。你美国不是讲人权立国吗？你美国的奥巴马，你滚几啊拜，人权唯一啊！你要求中国嘛是人权啊？啊，你问题是你美国，你有没有维护人权？啊、我是想着这些点，美国来没有维护人权。第一，我既然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，因为我有发现1946年1月12日，中华民国用行政命令将所有的台湾人，同一天哦，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。但你再看。在1907年的时阵，海牙第四公约跟人权公约里面讲啊足清楚的，讲啥？每一个人生一定都有一个国籍。15条之1讲，每一个国家不能够把你的国籍任意取消。咱在座各位，你的爸阿母啊，你的阿公阿妈，敢有主动讲？伊要做中华民国的国籍，那么迄个声明无呢？那不是？啊，有诶举手，啊，无诶举手，啊，对嘛？啊，所以恁即马摕中华民国国籍诶身份证，迄种不对嘛？我甲美国讲，这就是人权。过来，琉球，你美国占领以后，琉球诶人要去日本。东京要去佚佗，伊爱提啥？护照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琉球的人敢有提护照？无呢？伊提护照是啥物护照？伊无提护照呢？主权国家才能够使用护照，主权的国家的人人民才能提护照。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占领中。琉球迄当阵嘛是占领中，所以琉球的人提啥？旅行证件，来你看这张，你看这张嘛？这个旅行证明书的旅行证件啊，因为琉球迄当美国军事占领，所以琉球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甲咱同款，即嘛是名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所以咱台湾的地位甲琉球同款，琉球的人提啥？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，米国是什么物件？美国对。琉球群岛，台湾的地位跟琉球同款，叫做
台湾群岛、美国民政府，所以这个名是最上定义啥？定义咱即马所讲的台湾民政府，这叫国际法成立的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时阵，是2008年2月2号，在台北成立。成立以后呢，向194个国家 announce， 对，发布。无偌久，日本政府有甲咱承认，啊，日本政府承认，伊安那，伊真巧呢，伊安那承认，咱就写一个批给伊，对不对？伊甲你回批，回批的时阵，顶人甲你写啥？台湾民政府，这不是承认是什么？对不对？美国嘛是同款，咱写一张批，和美国国务院，美国国务院甲你回批，写台湾民政府。就承认了，所以在第一苏丹2011年的时候呢，2010年呢，美国正式邀请咱去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，那办公室到今日还搁伫咧，但是这个情势真微妙啦，对外口有真侪人讲。啊！那台湾民政府那个办公室老早就不见了。实际上，那个民政府的办公室要搁伫咧呢。今年9月7日，咱搁伫遐开酒会呢。咱家 Henry， 你捌去吧？你捌到那个办公室看过？有啊无？你无去办公室看？啊，开酒会你有去无？酒会有啊，伊为美国等来。才21岁，很年轻啊！各位，咱只只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甲你负责任，拢无胡白讲。迄办公室设立2011年，2010年的7月7日是办公室设立，9月7日，美国主动的哦，伫世纪饭店举行一个酒会。举行酒会的时阵，就这饭店啊。现在经这个世纪饭店，你有感觉很奇怪，不是上盖多啊？但这个饭店是伫传统上 tradition， 传统上是美国政府除了在白宫以外要举办酒会的官方的所在，拢用这间饭店。底下甲咱办酒会，礼拜参加的是有啥物人？有美国的国务院，有美国国防部，有美国的 CIA， 有美国的司法部，甲国家安全会。第二拜就是咱今年的9月6号，参加的美国人含咱人加加的拢超180个左右，咱的人较少，美国人较侪。咱台湾人有啥物时阵有去参加？讲大部分拢是美国啊的酒会，没有。你甲目睭甲看麦，中华民国伫派外交官，伊无要用你台湾人。你个目睭金金，你个看，这侪年68年来，有对一个台湾人的外交官伫报纸，互你看到伊个名，拢无咧。啊，台湾人饭桶吗？台湾人袂饭桶咧。台湾人读册无嘛比伊较高，咱台湾人读册会比中国人较袂晓吗？啊，你有证明无？你感觉台湾人较贤读册的举手，安尼尔，较袂晓的举手，就唔敢举手，你好咩？我甲你讲，像中国人较笨蛋，好唔好？你要知影无？袂举手，好，你喏要知影，还佫不爱讲，还假设字。我以我甲马英九来比看卖啊。马英九是建中毕业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不，伊毕业的，卖先讲伊加分啦。阿伯要讲的话都和你讲了去啊。马英九跟我是同期的啦。我会记得我考到建中的时阵，大家嘛真欢喜嘛吼。啊，班上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互相拢会问讲：诶，啊你考几分？啊你考几分？而且考几分以后。
但是偏偏拢有一挂人哦，拍死都不爱甲伊讲伊扣几分啊。咱是感觉讲这款人吼暗度，但是大家入去是建中时间刚好一两个月以后吼，这个新房就拢拍开起，含大家拢做朋友啊。啊你，看现在这个问讲，啊你扣几分啊？啊你不爱讲，伊讲甲伊讲我无扣呢，啊？无扣是什么意思？我保送呢，会上保送，迄张是联考呢，用联考的呢。啊，他可以保送啊！我成绩伫初中的时候嘛，足好个啊！我来无保送。落尾我一个甲摕迄个榜单呐、啊，榜单你知影无？放榜的榜单呐、啊，我迄个榜单呐、啊，有900几个考到建中啊。但是一班50个人，编做24班。奇怪，24×50等于偌济？1200。啊，那榜单才900几个，原来剩的拢是啥保送？咱邓票号伊，迄个马英九就是保送的啦。恁无邓号伊，恁即摆拢乱啦，即摆拢乱啦，别人邓的啦，唔是你邓的啦。啊，伊的769万票，唔知为谁造出来啦。我即摆打拢死不承认嘞、欸！来，摸良心嘛、啊，讲白菜来暴露钱。我想讲，你马英九，你邓侯伊家手，两个老实人，啊无邓侯伊家手。我讲你来邓侯伊，你暴露钱，我先跟你讲啊。好、哦、奇怪嘞，伊个700几万票，唔知为着造出来嘞，哎，做票，中华民国做票。咱这是两个人邓侯伊，啊，出来拢无邓侯伊，啊，伊789万票，好奇怪呢！好啊，贵妇，好啦，贵妇，我拢认啦哦，拢看袂着嘛哦，票你等下，你如果无承认，就无承认嘛嘛哦。啊，你是迄天无用哦，啊，你头拄啊，你有往家手讲有摕到贿选呢？哦，不是迄条，迄条摕无着就对啦。好来，暗度。一算保送嘛吼，啊保送，啊高一的时阵吼，伊三科无及格，数学48分，哎、欸、数学48分未当补考呢，爱落钱呢，啊有落地无？无呢，因老爸是当年中国国民党诶台北市党部诶主委，有大无？对，马赫林，迄当阵来讲足大诶。他没有补考，所以伊无多读社会，诶，读迄个自然组嘛，伊转走去读社会组。24班内底，敢若2班诶社会组啦，一班是侨生，另外一班是即个在地台湾人呢。伊伫2年18班呢，你看兵毕业纪念册拢有啦。啊，所以伊读考调大学诶时阵，伊讲考调台大的法律系呢。有无？实际上，伊考到底，伊考伫淡江啊。我无，毋是讲淡江不好啊。你若淡江，你毋通讲我甲你迄落啊。但分数较低嘛吼，加分啊。去台大法律系啊。台大法律系毕业以后，伊去哈佛是安怎写？考入去吗 ？No。国民党提钱捐予哈佛大学。安尼伊是怎样经过？啊！伊毕业的台大法律系，因迄届，敢有一个人考不掉中华民国律师，名叫做，你拢知影嘛？安尼、啊、有搞无？足搞的！啊，过来，阿伯哩，哈佛大学毕业的，无考掉美国律师的，敢有一个人名叫做马英九？啊，就第一名就，哎。伊数学含高一都48分，莫怪伊画经济画啊土土土啊！所以恁大家人，咱大家人，包括我啦，即摆趁无钱是应该啊！伊数学遐笨蛋，伊哪会晓画？所以伊用的人拢不对嘛！啊，用的人拢安那什么款的人？拢中国人！你要看遐部长，10个8个中国人，加起
台湾人这么啊饭桶？不会吧？台湾人是实栽培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所以恁会当栽培无？所以恁拢会当做台湾民政的官员，我嘛要求咱爱做，这无。恁今日啊，未贪污安尼尔，这无恁今日会当比别人较知影，讲哎爱去读法，你差不多够解了，你也要来遮上课，非常无简单。哎，有巧，不过你这个巧呢，我那是照常啊啦，总是心内底安尼碰咧，那咧碰咧，我来遮上课，当然唔知安怎无。真济啦，真济啦，因为我足清楚，七十四届，什么款的情形我嘛看过，对不对？甚至有的人在上个国家讲，我甲阮太太讲吼，我去出差，我嗨了，你去出差啊？你走来这里出差？对啦，你讲那是对啦，但是吼，这无安那。刚才秘书来这上课是一个更小的代志，我是听了吼，内心内底又难过又生气。有了，就话开始我才讲诶，台湾人很会找借口。你啊，所以这样换民进党，伊要算跟你讲哈，体制内改革，是不是？吼、哦，体制内改革听了足好诶嘛吼，要体制来这个改嘛吼。不能经脉被他盖过，各位体制内有没有改？有没有办法改革？对一句法律，流氓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就不能改革嘛？你选谁是左手按着中华民国宪法，右手发誓？你按着中华民国宪法发誓，我请问你做总统然后做什么拢赶快，你免他盖啦？你一定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底下做事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中华民国的这个管辖的范围没有包含台湾，中华民国宪法不通的举手，您今晚拢不通啊，拢不通啊，啊不通过举手，啊好啦，我相信啦，来，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讲啥？固有领土要改变的话，要经过国民大会。通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台湾这块土地，什么时阵被纳入中华民国的国土来的？领土来的有无？你哪知影无？有啊无？无啦。啊，有影老师有讲，啊好。我跟你讲吼，真正无呢，真正无呢。啊，所以咱活到即马吼，拢互关过，真正拢关过。第一叫你去做兵都唔对去啊，谁做兵唔对？占领不依咱主权，你去用占领的人，请问你爱做兵吗？琉球和美国占领，琉球爱做兵吗？唔免呢。伊拉克去和美国占领，伊拉克的人爱去做美国的兵吗？他没讲，那要叫伊做美国的兵也真欢喜呢。去美国移民，唔是讲你去马上让摕到美国国籍。你若去美国移民，少年啊去的时阵哦，你去参加美军，你可以拿到美国国籍。要啦，做兵的是代表效忠问题，效忠美军，所以你效忠美军以后，你就会得到美国的公民权。这版国公法内底规定的。啊、叫咱去做兵，我相信人讲叫咱遮查甫去做兵的时阵，讲你做出来会当变做美国公民，哇，足侪人要去的。那你要去的举手。啊，查甫喜欢啊，歹去。他们讲，那迄个时阵讲安尼，我嘛要去。啊，移民都走未去美国啊，要对不对？问题伫遮啦。我甲美国讲。你要叫我台湾人去做兵，会使哩？做兵煞，你爱发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证给我，伊惊着呢？哇，还得了？这发的家己2300万，上无一半拢变做美国人去。我你若不爱，你别当叫我做兵啊！你不能叫中华民国叫我去做当兵啊！所以我唔在美国边讲，甲美国讲，你若无命令中华民国
停止征兵，我第二天要阁甲你告。所以马英九一动算时宣布停止征兵，有无？唔是伊好心呢，是咱台湾民众徛伫后边呢。你阁好大，你阁征兵看看看看。啊，即摆伊讲吼，那不然募兵呢？募兵也不可以，台湾人去做兵不对。台湾是被占领者，不可以去替占领者做野兵，是绝对不对的。免做兵，过来，爱交税金无？恁有交过税金无？有交税金的举手。慢慢税着，咱免交税金呢。啊，中华民国你买武器拢叫送立字，什么咱台湾人去立字啦？对不对？哎，你讲咱这句话肥艳呢？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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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足够解释，台湾人足够讲话啦。咱去交钱，啊，予伊中华民国去买武器，啊，买武器嘛无要紧，我讲真正去甲你保护，伊买武器吼，他就爱甲中国分呢。拉华叶剑呢？将江泽民老汤分呢？夭寿哦！台迄中华民国买拉华叶剑，全世界法国啊，你分啊，美迄中国啊，你分，干那咱分无着呢？今日这两天我们报纸迄个郭什么话迄个啊？啊，郭系啊，即摆马上要办啊有啊，伊身躯顶要几百亿，哎，难怪吼。讲安尼几啊百亿囥喺银行内底吼，你去关二十单，我嘛甘愿呐。你甘愿无？来举手。若要人，互你一两百亿啦。你是还佫讲呢？迄毋是去关呢？迄是伫内底趁钱呢？毋是向是伫趁钱。你敢若想讲我坐一工，我会当领几万块？啥物人无爱？敢毋是？坐一天的牢就有几万块钱，你要对？专台湾要找什么头路？哪有在头的？是啊，我知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讲哦，大家算盘爱也要算啦。啊，台湾人足够算啊，但是中国人更加够算，咱较算拢算未赢因啊。但是台湾人哦，迄个三个特点你也会记得啦：爱钱、惊死、爱做官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台湾人的特点咯，因为。咱这三天三天两暗来滴，咱加一讲师甲你讲真多，基本上的法律啊，我从因遐所讲的这些法律甲综合啊，甲你讲，你家爱去想，到底台湾人啥来遮可怜？原因就第一点，台湾人唔敢承认讲家己建树，阿妈不爱承认家己建树。哎，那小拍拢要拍赢，对不对？你爱拍赢，你两个干那小拍，你爱拍赢，举手。我嘛爱啊，小拍拍赢，但咱唔好。啊，拍根本拍输，举手。无嘛。啊，所以当中华民国跟你讲，跟你伫边，跟你煽动讲，你们我们打赢啦，打赢啦，大家听得真好啊。所以多多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说靠，但是季正刚有人跟你讲，林建年，林建年，你们是战胜国啊。台湾嘛要，干不是？台湾嘛要做战胜国，上面要做战败国，所以有真侪台湾人，迄当阵伫日本无转来，哦，听着讲中华民国是战胜国，啊，台湾是战胜国，所以真侪人伫日本遐人，迄个时阵拢以战胜国的时代，底下咧欺负日本人都好，哎，当物资无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。去共占日本人的土地，占日本人的厝，阿爸就对了。所以后尾啊，演变遐人嘛是台独呢，但遐台独拢心态不正确。因迄当阵是为着反对中国国民党，才哩要求台独的。你日本，坦白讲，日本人嘛真讨厌，但是这个时阵日本。和以前的日本是不一样，日本战败啊，你知道战败的人是真痛苦呢。你甲想象，你演你的迄个头壳内甲想，战败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迄个啊做
待遇啊，是迄个思想，你也想看卖就知影。两粒原子弹，一天内底死40万人。大家听到战争，大家嘛烦恼，所以日本人变成啊厌战，讨厌战争，而且发誓以后从此我们绝对不要战争了。所以经济在是因开始啊逃避。啊，过来，台湾人今日因为有足侪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伫台湾内底，日本有真侪韩国人无转去的，尤其北韩。真侪人了伫日本，伊个情形和咱台湾的情形差不多。咱台湾现在面对的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日本是面对的是伫韩国人了伫日本哦，滞留啊变成日本人遐人。咱两边个比较看麦啊，伫日本的韩国人，多战败以后开始因经营行业弄啥物物件？帕金果，帕金果是啥？迄小钢珠啦。日本的赌博是合法，尤其像小钢珠，对。啊是，或者是应招战，这东西日本人无咧做，不爱做的，韩国人底下咧做。台湾他无相共款呢，台湾。中国人伫台湾以后，因为即中国人头脑真好，伊用无啊，互你治。拄啊开始甲你讲，你是日本人，后尾啊讲你台湾人嘛是中国人。啊，现准是即马台湾人觉醒啊，伊即马甲你讲，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嘛是台湾人。但是问题是讲，你伫咱在外口，迄、那个花园你所看到，公园内底所看的，看到底。六个的大部分拢中国人，但是捡二纸的拢是台湾人呢。你敢捌看到捡二纸是中国人？唔捌呢？是啦，十八趴哪有可能？你讲啊真好啦。但是你台湾人袂晓想啊，台湾人是最简单的脑筋啊，诶，一个感情。动物拢一律拢用感情啦，无要用法律啦。所以台湾人68年来一直无都脱离嘛。你讲美国不爱甲你帮忙吗？美国未，但美国甲我讲 ，Roger， 你真的要救台湾人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台湾人的现在的心态是什么？我是讲，我是台湾人咧。我若无写这个物件，敢有人要写？无呢？敢有人研究？无呢？我有就讲，舍我其谁？你若无爱写，拢无人要写。啊，佫照常，你讲台湾人是中国人，是中华民国人，到后尾就要死啊！为什么台湾人自殺這麼多？你知道台灣人現在自殺一年有幾個嗎？3万多啊，一年哦。高雄的愛河，若照平均來看，平均一天一個，一天一個，他什麼事情都一定要自殺。无法度活落去，才去自杀嘛？敢毋是？啊，台湾人无法度活落，啊，无你叫伊变怎？啊，即马变到上尾啊，就变成啥？啊，啥物人来拢同款啦？啊，民进党算着啥？为着贪污啊！啊，变啊做总统8年，李登辉13年，是连做位呢？至少一年拢从台湾人、台湾人、台湾人、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呢？伊即中华民国放互你去做总统？啊，阮中华民国对你台湾人无好吗？但是阿扁去做总统的时阵是一人总统啦，伊的命令伫总统府尔啦，行未出去。议员啊，有所谓公务人员保护法，你无考试，你袂当做公务人员。
啊，那考试的功夫怎样？那因中国人是安那？以前的高考，你敢知安那考？甲你分作36个省，台湾是其中的一个省。啊，那考落去，按照比例，你若讲新疆省，敢那三个人去考，啊，要考三个，啊，三个拢录取。啊，你台湾人去考，我那赶快要考三个，啊，台湾人去考一两万个，考三个。所以观众讲一句话，我是非常不服。伊讲哦，啊，你若感觉十八他这样以后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当公务人员？为什么不去考？马英九讲伊高考毕业，迄考迄天，敢那伊一人考尔，代表伊迄个姓，敢那伊一人考，一人考就是交一个空白纸嘛，是一条，太袂条。安尼高考，安尼叫做高考吗？安尼公平吗？不公平嘛，干唔是？你很主席，你也看很主席，很主席都很主席五一，他是所谓的五个院，对的是台湾人，干那一个啦，李焕英，王金平啦，啊？伊是无志气啦，伊那不爱死，那不爱卖走，何你叫洪迄、那个洪秀柱？中国人去做啊，按照大满贯啊，五个中国人啊，有什么不好？戆推耶！迄当阵，咱来要甲美国讲，我们不愿意，我们不肯。所以美国讲，你若有法度将投票率甲降到50%，我美军随即摆。我拼三年啊呢，投票率有啦，有较低啦，但是嘛无法度呢。想要讲，因为民进党跟你话一句讲，你不选给我，要选给谁？啊，你若无选，民进党要选国民党吗？所以我定你讲，中国国民党你看，迄是中国的；啊，民进党你看无，伊中华民国民进党。想要中华民国民进党，伊的党章，伊的台湾决议文来你讲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叫做……是啊。所以呢，这选举的时候跟你讲哦，放心啦，我会体制内改革啦，绝对假。体制内怎么改革？你在上的宪法宣誓之下，你如何改革？那是不可能的啦。所以，但是问题就发生在这呢。咱台湾人要用法律，行到足艰苦、足辛苦的，是哪讲？我们的力量不够。金辅通讲一句话，你知无啊？迄个吴钊燮伊做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时候，伊摆去问过美国的国务院，甲问讲：“请问你美国国务院有没有跟台湾的政党或者什么组织联络？”美国国务院正式甲讲：“我们美国国务院从来没有跟台湾的任何政党或组织联络。”我们只有跟台湾一个小小的单位联络，但是那个小单位还不成气候。这个、小单位是什么来？台湾民政务了。确实，美国的蛋啊，美国说我们等你长大。伊若要真正请咱人安尼哦，一年加一回啊，大概20岁才长大哦。咱会死呢，咱会扛不起呢，咱今年第三年呢，啊，第三年，你不相信？因孙中山经过什么10次的革命才成功呢？咱阁唔免牺牲生命，咱干坐伫遮用迄支嘴，四界去讲，啊，伊就会倒。你要四界讲无？开业水喝多安尼尔，这很简单啊！啊，无生命危险吗？含人甲你开罚单都无啊！是安那呢？我讲两个例给你听。第一，咱的身份证，这张身份证有诶，来，迄、那个身份证给他出来。这张身份证有诶人，请你举手。这张啊，啊无这张身份证，请你举手。要赶快申请啊！我无甲你骗啊！因为后摆我们执政以后，我们为了转型正义，
我们要发行正台币，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的6月15号，以印新台币，现在咱用的是旧台币，以印新台币，一块给咱换咱的40000块。顶期伫上课，有一个中心，伊86岁，嚯，一个讲伊就站起来，嚯，义愤填膺呢。对对对对，我一张，伊讲伊已经较大汉啦吼，啊，去换一个，规家拢散了了呢，还真正呢。咱要甲计算利息有利无？有无？你有台湾民政委身份证诶，你一块换一块。啊，你若无台湾民政委发的这个身份证，你爱40000换一块。你若摕中华民国，我甲你当作中国人，安有利无？你拢为着个人的利益哦。好，咱好听话啦，其实为了个自己的利益啦。那我咪要为自己的利益啊，对啦，你台湾人啦，你怎么能做一天做代志，我感觉你不是台湾人。你讲你台湾人，你定你讲两句话，我感觉你不是台湾人。你普通时你甲朋友讲姓，即句话举手，台湾姓，不讲会举手。你讲你别说，你即摆都讲安都唔对起啊。台湾姓，台湾不是姓呢。对啊，就是以前不知道，没有来上。啊好，好，安尼啊好，你就莫话听着。啊好，你讲中国还是讲大陆？讲大陆的举手。侬唔爱讲大陆，奇怪呢。啊，讲中国的举手。真的哦，哦，侬这早就觉醒哦。哦，阿兰啊，好，你爱讲中国啦。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不是台湾的一省，也不是它的一部分。这是一个观念呢，你不能吼，只有我说，一块换一块，欢喜。但是你也要自己要知道，你嘴虽然说欢喜，你的行为、行动都要正确。你如果说自己，我是咱和咱的同事有这样说，什么人如果说大量两字我爱罚10000块啦，啊那无讲中国，就爱讲中国，袂当讲大陆两字啦。啊那咱的东西嘛，讲大陆两字罚500块。你若爱甲罚一摆吼，你阿摆就袂去用罚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啊，同款啊，那迄台湾省，迄个省，你若讲的时阵哦，罚500块，啊那我。予你罚10000块、10000块，我拢无要紧，因为我绝对袂讲。所以吼，你也知影哦，咱咧讲的话，诶，潜意识伫咧头壳内底，无清楚你就无清楚了。你一定爱吼，潜意识内底要彻底的改变。不过我讲良心话啦，68年的教育，一夜之间要甲你改过，有难度了。很困难呐、啊，所以呢，今日呢，咱来这里受训，读这个法律。所以我即马伫要下课以前的30分钟，我简单甲你讲这个规个法律，互你小听一下。1895年，恁足奇怪呢，拢唔免做笔记呢吼，啊，拢读个安尼听，啊就记起来呢吼。好的，头脑好的要命，我唔相信。我跟你讲哦，咱的郡守考试哈，郡守考试132个来考啊，甲过27个尔哦。啊，遐、那個、人哦，更拜就甲我讲哦，秘书长，我那个新台湾我念了5遍，我念了3遍，都不能读一堆去。我肯定吧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考试拢伫迄个课本内底哦，但是70分以上才有及格啦，本来是要录取75分以上啦。但75分以上才无甲10个人，啊，70分较济一撮，27个郡守，什么是郡？你知不知？你唔知哦？你上课老师拢无咧甲你讲哦。来来，遐遐有一张台湾民政的地图，你有看无？迄、那个州郡吼、哦，管辖区的迄个区域图，哪个州？啊，就是迄个叫 DM 内底有啦，你甲拍开 DM， 你来看麦啊，哎对。
鳌拜没有县，我们就把它分成50个郡。台湾是三级的政府单位，郡、州、中央。安尼俩，郡、州、中央6个郡。啊，郡个鬼是啥？郡那日本时代叫做庄呢，庄呐，山庄的庄呢。但是咱呢，佮保持迄个利，所以个鬼就是利。当时有一点吼，你也讲我哎呀，你阿看面阿管，我跟你讲真简单。咱后摆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一个月内底，家家户户拢上你一只电脑，一律在电脑上网。你要办什么代志，上网；你要申请什么东西，上网。啊，有简单不？节省你的人力。啊，那后摆该上网吼，迄选举政策要做的时阵就不会有买票了。你投票伫恁兜。用电脑拍落，我要选一号，拍一号；拍二号，拍二号。安尼干咪？个，迄咪就是记名投票啦。噶迄个时阵我们不要看谁投票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啦，这款经营哦，差不多爱个经，大概爱个经过20年到30年啦。无定你，无你是阿咪白啦。我不一定看得到，30年，哦，90几岁呢。但是呢，咱台湾人这一点的小改革一定要有。你伫美国讲讲吼，哎，人会甲你买票啊，人会笑死啊！买票从来没有听过呢，票怎么买？票要哪买？咱美国嘛是用啥？用电脑去投票啊。人都袂惊讲泄露啊！你要登哦，什么人？是你的自由呢？谁都不能去管你说你投给谁呢？啊！你台湾人迷信无要紧哦。每一摆啊，送你钱的时阵哦，拢辛苦要去摕迄个妈祖婆，啊，这边摕迄个耶稣。你摕哦，你有摕哦。妈祖婆有看哦，耶稣有看哦。啊！就台湾人惊，唔敢去登票，还是讲登票，无登好你，伊唔敢。但这种迷信都不对啦。中国文化吼，有一项真歹，你要听看卖无？什么叫做中国文化？什么叫做台湾文化？中国文化，甲台湾伫遮的表现得非常彻底的是种什么物件？继承。继承，什么叫继承？老爸放给子，这叫继承嘛？继承嘛？这么真济做囡仔不爱做，啥不爱做？反正我老爸那翘起以后，伊的物件拢是变我的物件，伊要做无？伊嘛不爱做，还比如讲伊翘呢？还是人的本性啊？美国人，你敢问美国人看卖啊？美国人老爸过身去，要交予伊个后生的时阵啊，伊若要有好伊，后生袂该当作应该的，无好伊，后生嘛袂讲因老爸对伊酷刑袂。但台湾会呢？你敢看即摆台湾的社会内底，拢是继承这两个字害死我们呢？台湾民进后摆安怎？个人就是个人，但是这款的吼，要甲从这个风气甲改变过来，还要很久了，可能要经过几个世纪了，没有几个世，几个世代，一代两代。所以咱今嘛话的研究，后摆老爸赚的钱，要交予囡仔，家己当交偌济？村里拢袂使，但是社会制度、社会福利要做啊，足好诶。啥人澳洲会当做甲真好？啥人 Australia， 甲咱人口平齐，土地是212倍。Australia 恁知影无？澳洲啦，土地是咱台湾人212倍，
人口跟咱差不多，税金跟咱差不多，但因的福利做到有够好，啊，台湾那里里浪啦，跟咱贪污几级也不一定对啊，政策啊。我这两天啊，有一个东西嘛，寄一篇文章给我，我听了非常感动。伊讲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，去苏联访问啊，回来了讲三个想不到。下文章给我这个徐先生啊，伊讲其实不是三个想不到，应该是五个想不到了。第一。第一个想不到的就是讲，苏联所有的人拢有一间厝，18平方米，平方尺。当然，十八平方尺差不多是几平，差不多五平左右尔啦。啊，五平是变哪大？但是呢，伊的政策讲，每一个人只要你是苏联的人，政府拢配合你一间厝、一栋厝。那比18平方尺较少的人。黑龙江也，啊，那比伊较济，只要付一点点的钱。第二个想袂到的，水拢免钱，用水免钱。第三个想袂到的，含水表都无呢，连水表都没有呢。第三个，看病免钱。第四个，受教育，还佫倒贴。想要倒贴，囡仔伫好好食饭，拢食政府所供应的午餐。因遐人问人讲：“啊，小孩子，如果你政府不给他午餐吃，啊，无伊咩就会食？”我讲即句，你们听有无？因当作讲这是应该做的，政府应该做的工课啊！我囡仔伫遐读册，本来就爱给囡仔食饭啊，干毋是？第五点。失业，这个你的公司要给你抬头，要叫你卖走，爱先给政府申报，政府批准以后同意了，你才可以让他没有职业失业。我给你保证，台湾民众执政以后，上短的时间5年到10年内，这五点，咱一定要做到到，哎，好冇？你无人甲我问讲，啊，钱为着来，要问无？卖下手，哎，阿个对啦。啊，你若无问讲，美国卖都想别人啦，想家己啦。你想看卖吼，政府借钱要倒来。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。第一，后摆无做兵，唔免饲军队，唔免买武器，啊，这省偌济？上少3000亿以上。以前即嘛，直升机啊。阿帕奇直升机啊，一架直升机20亿。阿帕奇直升机即马交6架有啊，啊交6架，啊马英九去主持5天开算算的，要5天以后讲宣布讲袂当阁用啊啦。阿帕奇直升机啊，买30架啦，一架是，总共是594亿啊。啊，迄个反潜飞机啊。PE3 啊，买15架啦，啊，这 PE3 足出名哦，伊在用精密的仪器哦。赛飞机是啥物人？美国人。来搞的时阵啊吼，伫屏东嘛，啊，来这使用的是啥物人？美国人。啊，到屏东了后要到中华民国去甲接飞机的人啥物人？美国人。啊，迄、那个要使用的去甲接的迄啥物人？嘛是美国人。啊！你美国人交美国人，啊！你台湾人算啥？还是讲中华民国人算啥？我跟你讲，迄种假。像我讲的，买遐飞机出钱的什么人？台湾人。所以有一届，在迄个三立的迄个政论节目内底，有一个飞行员呢，伊甲主持人讲，伊讲，我去做兵哦，我有两个代志，感觉足奇怪，有什么代志？第一。是啊，咱买的迄个飞弹啊，爱寄伫美国的航空母舰顶管，你知无？
你有看到这个节目无？三立的，中华民国买飞弹，爱寄伫美国的航空母舰顶管，要用的时阵才甲申请。英国出名的哦，啊那战争咩啦？还表示啥？未战争嘛，迄好看的嘛，啊，当时表示啥？美国完全掌控嘛。啊，搁第二点好笑的，咱来买遐尼啊好的飞机啊，啊，拢放伫美国，放伫端岛。你知道台湾所属的飞机三架 F-22， 放伫关岛，关岛十八中诶，有一个中队啊，十八架 F-22， 落尾这十八架刷十五架来普天间基地，其中的三架全无反应，放伊倒，晴天干啊！我跟你讲，有一摆演习的时阵啊，报纸有嘛？演习讲迄个伫咧高速公路要练习降落有啊？伊安尼，伊无真正降落，伊安尼个飞过去，玻璃破了了，啊，死几啊，几啊百只，有无？有这新闻你有看过啊？啊，普通的诶，迄个啊，做战斗机一下压阿面阿死，迄个啥 F-22。伊是足大声的，有迄个震爆，迄个音爆啊，飞去，迄拢内脏出血。所以有一摆，伊嘛伫讲啊，伫花莲甲台东看到，用奇怪暗时足悬的飞机，有听声无反应，迄拢是 F-22。中国。伊咪宣布迄个东海迄个啊，做迄个东海迄个识别区有无？美国派两架 B-52， 其实 B-52 是一年以前我伫遮哩上课，我都甲家讲过。中国个上校伊讲吼，美国个 B-52 是足大个翅膀，足大个一架超80公尺，遐宽，两架伫中国个顶面飞来飞去。中国的雷达拢照无啊，所以美国的个，迄是伊个西面啊，条工安个飞过去，你无法度啊。啊，咱台湾 F-22三架，我知影是两架，是清华港另外一架的加山呐。所以你讲台湾人到底台湾有美军有伫遮无？我跟你讲。他们从来没有离开。现在有多少美军在台湾？2000名。国会当时要入来，我等下再跟你讲，很快。正确的时间，我暂时不跟你讲，但我跟你讲，很快。内湖金马路100号，你会当去看，你若开车去参观一下，那就是后摆。不是在台协会，那是真正后摆亚洲美军指挥中心啊！啊，有的人就讲啊，我们反对美国军进驻台湾。你反对什么嘛？不是恁家的代志。《古今川和平条约》22、23条讲啊，这么清楚呀！谁叫你那时候打败仗？所以，愈来美国的政策愈来愈清楚。美国的政策一定会越来越清楚。你要上网去看咱的网站，台湾民政府官网，您起码拢有密码对不对？有迄个密码，应该就拢有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请您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为今日开始，每一天等于以后，每一天上少要有一摆，一天一摆就好，要上网去看台湾民政府官网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举手。你给他大眼哦，我给你看哦。你要大眼哦，你大眼哦。啊，那不会八道田，我先讲哦。你若你八道田，你也知讲啊，我可能长比给你看。一定爱看啦。不是啦，因为我拍旧抓上亲面啦。不是台湾文化啦，是我的文化啦。啊，我就面上跟你讲哦，你若无看，安怎呐？上严重，我唔敢话，万一成真嘞，我就该死啊嘞！我刚才讲你巴肚疼就好嘛，所以你巴肚疼，你来一个，
我无，我今日袂去上网去看。安那么？哎、欸，你那讲讲实在，你不要讲你无去看，我唔知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电脑我拢知道，对一个周有去几个，我拢会知哦。咱即马一天平均一天差不多200,000左右，但是呢，我伫讲课的时阵啊，拢会背起到要300,000。可能我伫讲嘛，袂歹听的款啦吼。哎、欸，啊，含美国人你看，日本人你看，甚至含中国人你看，啊，恁家己不爱看。啊，你即马受训以后，过来是高级班嘛，高级班都有毕业证书、结业证书啊嘛。啊，有足侪人哦，结业证书摕着吼，就爱不见。啊，我讲不见，反正你还袂接到证款嘛。你若接证款了，伊就摕结业证书来。秘书长，我有结业证书，我要分配到哪里？你普通时。都爱去恁的州的办公室嘛？恁州的办公室每礼拜拢有聚会嘛？你都爱去，爱去，互你的面，互大家人熟悉，干不是？你唔通干那来遮，按上两面口，故我嘛袂记得你啊！一定爱到州的办公室，同时嘛一定爱上网去看，因为上新的消息拢伫顶端。你是咱即摆日本？日本现在现主席今天有演讲会啦，我们有四个贵宾，一个叫萨库拉尤西科，一个叫小明木，这非常有名，这是专日本的 Facebook 里面啊，上网的 Facebook 的点阅率啊，第两名的一个人，就这个名字小明木善行那个。但是呢，咱这边去齁，刚好萨克拉尤西科啊，非常好运呢。咱个检点名，要来演讲对不对？袂当来，是安那？日本最近有通过一个机密，机密，个人机密，个人秘密的法案。你知影这个代志不？哎，叫个资法。这是什么名呀？类似于美国的 CIA 组织的。这个萨克拉尤西科啊，被点名要入阁了。哇！啊，点名入阁，日本政府个命令讲你不可以去演讲。啊，本来是来讲，伊底头一个月前都应该咱答应啊。我嘛个邀请讲1月1号来咱台湾，因为1月1号有新年，这个新年午餐会，恁知无？知啊，举手。然后，迄天会当来吃免钱哈，坐车嘛免钱哈，啊？不，等，不，没有买，你哪边来？赶紧酒店讲，他一定要安排。你对几位？你住哩度？住哩度？好啦好啦，我知，花莲跟台东吼，唔是讲额满啦，你哪边来也使啦，自己来啦。啊，问题是对呢，有足多人讲吼，那花莲跟台东爱来吼，啊，游览车爱请两天啦，对讲。爱一只休一天啦，你哪边来前一天来家大免钱诶，咱的学员也当来家大免钱。你上好啊？到了对，你对几位？台中，唔是可能是交1000块吧，车租吧，是不是？一只免钱啦。一般咱就和迄个各州有迄个经费去补助迄个车费啦，啊，不然恁超过，吼，即摆，你对，屏东无，屏东是台迄个高雄州呢，我跟你讲，啊，我跟你讲，24号礼拜二嘛，因遐酒店要转来，恁敲电话问酒店，酒店电话恁有无？哎，对啦，敲，啊，敲。你打电话问酒店，你说我刚刚毕业，因为你嘛是高级班的嘛，27、28、29高级班嘛。啊，你说我高级班毕业，秘书长说我一定要去，你要安排我的位置。哎，安内在不？哎，对，你说我秘书长有交代。高级班毕业的一定要来，我即马来甲酒店讲哦，一高级班你别让人拒绝咯，安好冇？好。好。
啊，你吼、哦，你来吼、哦，带一个朋友，你讲我有两个人哦，啊，啊，所以给叫伊给安排两个位，安会使无？哦，特别为恁吼、哦，我甲酒店讲，高级班毕业的，你一定要让他来，你别当讲无回来，因为回娘家嘛，干不是？对不对？后摆台湾民政府这算是大家娘，大家人的娘家嘛。等下娘家食饭，娘家会甲你收钱无？哎、欸，恁那只细声，恁等于找恁等于外家拢爱交钱的吗？等于外家食饭爱钱无？免、啊，免钱嘛，对，对。免啊！你千万不要搞买菜来，无地好煮。爸爸开玩笑归开玩笑哈，但是实际上就是安尼啦哈，就是讲一月一号，咱准备350多桌。因为咱毕业的学生，我算了，才有3000多个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分做菜刀，啊，佮有食荤的，荤的甲分开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天呢，甲往年两天，迄、欸那个做忘年会时阵哦，我最后去讲话时阵哦，拢一定讲一个好消息给大家，啊，即摆我甲美国要求，我相信美国呢，伫28号、29号，伊就会甲我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边要宣布啥，我即摆还佫唔知。去年是宣布啥？去年宣布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，迄阵大家拢还阁唔相信呢，啊，因为大家拢甲我骗了，我绝对不会去投票，我看等于拢有投票，因为吼，我看计阵讲吼，真侪人巴肚疼，啊，头一年吼，头一年是甲我讲啥？头一年讲好，我们答应。你们台湾民政府一旦开始发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哎、欸，身份证是不是咱做的呢？是资料摕到，然后寄去美国国安单位，啊，才做，啊，做了有晶片才送来。咱做身份证的公司啊，含中华民国做迄个啊，做护照的迄个顶管的晶片啊，是同样一个单位的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两个政府啊啦，问题是咱这个政府要够足烂没？咱还在长大，还没有长够大，所以特别刚出生三年，还够刚出生，特别学走路啊啦，对，咱特别开始学走路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吼、哦，大家要较怕病呢，这个明年一月一号以后的迄个国际班吼、哦，拢来考试，迄、那个。国际班免考是，这礼拜是，后礼拜是最后一期，各国拢爱考啊。唔是讲哦，你来只安尼混混个3天，啊，就要摕到毕业证书，无迄个代志啊啦。我阁甲你讲一摆吼，这是最后高级班最后一次不用考试，各国的高级班，除了上课以外，爱考试。那一些老人家就是不敢来了。不敢来嘛，无多。你唔捌法律吼，后摆坐落甲美国变啊谈判啦，美国讲当地讲西，伊才未使你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讲免考试，刚剩后礼拜迄期诶，后下礼拜是最后一次不用考试。我刚才讲一个咧，郡守考试，郡守诶考试，伫迄个啊，做132个人来考，加同过27人。啊，无超过范围呢，刚刚用一本那个新台湾论尔呢。我不一点不难，咱考80题的选择题，啊，不是120题的选择题，80题的是非题，啊，有简单不？简单啊，对不对？是非题80题，啊，选择题120题，啊，200题一条是0.5分，要给你放水啊，你都不要过嘞。有问答题，那是后摆考试必用的。你可以问答题不写，但是非跟选择要写。啊，有简单不？你来考绝对袂过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要相信我跟你讲一条啦吼，第一条啦，来，你拢卖看别人牙齿无牙齿，听好啊。法理上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对的，请举手。不对的，请举手。
一条尔，零点五分尔啦。迄天考试的时阵，你问咱的，等下吼，咱的议长，考试的时阵啊，我那个顺，要是我，逐条拢对对对对，一半写对啦，啊，我上课拢讲这条呢，啊，有简单无？足简单嘞，大概拢是这种的题目，所以你唔能去修，嘿啦。跨过去，跨过去，就是不用跨过去，你就打错，不会代志。你要用脑筋，你若真正有读的，你会过；你若无读的，你绝对袂过。我无甲你骗，安尼有厉害不？厉害啊！啊，所以咱这个嗨、哦哎、时间够啊哈。初级班呢，外课佮这个所在要结束啊。啊，等你休困十分钟以后哈，咱的闭幕式。闭幕式以后一定要翕相，足奇怪，天气阁好起来。咱吼上课几百期，大概若要翕相，都好天。讲啊，上一期你听我讲，你当去问，雨哩落未煞，啪啪啪滴落，隔三点要去落雨。我出去甲天讲，喂，已经下得差不多了，我等你三点半要翕相。该停了，但是到三点二五分，还雨还足大，我只有上来，甲大家讲吼，嗨啦，还佫咧落雨呢。我看吼，爱破纪录，伫咱室内来翕。到三点半下脚肿起来，秘书长，雨停啊呢？我一个看，真正雨停呢，赶快下去拍照。拍照以后，十五分钟以后，开始落雨。我跟你讲，这款情形已经发生几下摆，很奇怪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看到这款的情形啊，我敢讲，台湾一定会成功啦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。休息十分钟。各位同学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